粉丝留言想要一个特殊的保镖，最好是不开工资管口饭就行的，而且要求对他忠心耿耿、忠心不二的。走吧，咱们一起来看看这种保镖哪里找。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动力好、咬口好、兴奋度高的马犬，暴红色马犬、黄色马犬，你看它凶猛的样子，绝对没有人敢靠近你，我告诉你吧。这种狗战斗力值最起码达到7000以上，我勒个去！现在的警犬都是由马犬训练而来的，之前是德国牧羊犬，现在就是马犬。咱们来往这边看一看，我勒个去！这边还有两条，你看它有多凶！你们信不信我把手指头放进去，它都不咬我？还是算了，咱们来看看别的吧。还是这个是给大家表演一个小狗断手指，太血腥了，别看了。这有一只罗威纳，走吧，咱们再去旁边看一看。来到这边，我勒个去！刚刚看那一个是母的，这两只是公的。如果说马犬的战斗力有7000，我想它的战斗值应该在10000左右。哎呦妈！太凶了，你看这嘴巴，我勒个去！看，嘿嘿，吓人不？你看它一点点也不怕陌生人，我勒个去！这家伙厉害啊，你看这一只咋那么老实呢？这是没挑逗它吗？你这是干啥？滥竽充数吗？你一个宠物犬，我的天哪，你还想当保镖？你不帮着别人欺负你的主人就已经不错了。来吧，咱们来看看今天的狠货啊，中华黑狼犬。我勒个去，这家伙如果说马犬7000战斗值，罗威纳10000，我相信他的这个光外表就已经在10000以上了。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国犬，中华黑狼犬，是由这个东德牧和咱们家乡的一些莱州红啊，还有这个狼狗杂交而来、演变而来的。这家伙成年都得130多斤到150多斤。这几种狗你们喜欢哪一个？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幼犬。咱们来它产房看一看啊。这是啥？哟，黑狼好大呀！我勒个去！老板，你这咋了呀？看小狗来是吧？哟，这还有一个金毛呢！我勒个去，这年龄可不小了，脸都变白了。我的天哪，沙滩金色！我来看看你家的马犬幼崽，还有那个黑狼呢，都在哪？大月份、小月份都有啥样的？这里有大月份的，小月份，你给我先看一看，展示一下。咱们不能光看大狗，咱也看一看小狗，这是干啥？哟，在逗它呢。这咋不精神不活泼嘞？月份小就不显得那么活泼是吧？颜色是暴红色。看看大一点的是吧？你说越大越调皮，我勒个去，这啥玩意儿？我的天哪，这么吓人，它不会窜出来吧？家伙得有150斤左右吧？160，你确定？我宠物不知道啊。我勒个去，看哦，这边是月份大一点的哟，果然不一样啊。月份大一点，吃的盐多，走的路多，它就不一样。这家伙厉害啊！这咱们看完这三个护卫犬，咱不光比它的大狗的颜值，还得比这个小狗的性价比，对不对？你看异常凶猛啊。是，你把它揉起来，不要让它拎起来，直接吊起来看看它牙口怎么样。那这一只比较厉害啊，刮牙怕刮到牙了是吧？这边还有两个，这边两个，这一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像这小马犬的话得什么价啊？要大圆味小圆味啊？这有那个小一点的呢？大圆味的800，大月份的800，小月份的800，我勒个去，那个1200，那个1600，我勒个去，那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啊。这个黑狼呢，这家伙这么大，黑狼1800，1800，对，小的要偏小，小的就便宜了，小的再可以优惠一点。那你我怎么没看到罗威纳呢？罗威纳搁哪嘞？罗威纳搁在家里。那罗威纳一般什么价？2000左右。那你这样统计的话，这种小一点，月份小一点，那为啥这个小的便宜，那个大的贵呢？你不想它吃的东西，那个育苗多少钱，吃多少钱，对吧？也是，你分析的有道理，但是价格还是有点高。这家伙太帅了，这家伙，我勒个去，说他还不服气，你出来呀，别，
黑狼大哥别生气啊，给大家介绍完了他的成年的样子，还有幼犬时的样子，还有幼犬时的价格，价格我觉得有点偏高，如果真要的话应该可以给老板谈一谈。像这种比利时马犬对不对，还有这个德国的罗威纳我们没有看到啊，因为在另一个狗场，还有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华黑狼犬，你们更倾向哪一个呢？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选哪一个狗来作为你们的保镖呢？是只要吃给口饭吃就行，非常忠心，也不用开工资。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考虑哪一种狗呢？大家可以欢迎评论区留言啊。